好，把握得很好。小球。埃尔克森啊，这个控球能力是真强啊。连续小传球，漂亮！西弗，漂亮！小角度，再传，转身打，漂！哎呦，这个球要进的话，这也是能竞争一下本轮最佳进球的。对，哦，这是延边队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的一次配合，没错，一次进攻，确实很精妙啊！哎呦，冈比亚 C 罗这次是。对中国拉莫斯的对抗当中是占得了上风。嗯，当然关键一点就是在边路几个人。